今天凌晨10:10左右，在秦岭市桃李洞十字路口这里发生了冲撞事故。地下怎么有两个选择？要不然同源的，要不然我杀了。每个人从出生就注定扮演各自的角色。拿你一个，还真不够看。加上我们的。有的是恶，你配待在这个房子？我要是你啊，我早就去死了。你呢？跳楼那个是我的事。你不想知道真相是什么吗？我要让他受到千倍万倍的惩罚。作案人手段残忍，心智过人。是否与你有关？凶手就在你眼前。有我在，就像小时候保姆一样，喜欢一个人的样子根本无法掩饰，可为什么你不知道？今天都过去了，我一定会杀了你。这一切都是一场梦，对吗？看着我。